可乐。你喜欢吃吗？喜欢。不喜欢。牛肝可乐。好香啊哈。牛肝可乐。你喜欢吃吗？喜欢。不喜欢。做梅干扣肉的那个梅干切切，对，先泡过水以后，然后把它切成碎段，对对，然后待会就可以来蒸，是不是？梅干扣肉是怎么做？是那个这个梅干也要炒过才会香。有的我看有的都没有炒过，它就这个梅干就不会香。要炒过梅干，好，就这样子。这个三层五花肉，很漂亮的五花肉。等一下，好，我来开火。好，我们先把锅子热一热。嗯。先把三层肉，啊，有人是不是安尼用？我是安尼用，我是先给拍过，啊，先给拍过，嘿，对，给切切起来，嗯，切切的，嗯，我们的观众啊，嗯，有些人哦，嗯，不太喜欢。听台语耶！啊，那就讲国语。哎，他比较喜欢接受普通话。啊，普通话。哦，因为观众哦，有一些是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。啊，好。啊，所以他会很有意见。啊，对。嗯。你这样把它煎一煎，煎。啊。嗯，煎一煎了。啊，煎。真香。不过我们这里啊，60%-70%的观众是来自于台湾的，哦，啊，所以都互有褒贬。好，没关系啦，哎，就懂哎呀，听得懂的人就听，听不懂的人就看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一样可以学到怎么去做好这个菜，对啊，讲什么话其实没有。太大的差别了哈，大家看得懂就好了。啊，就像是有些食谱做料理的节目啊，嗯，他也是讲英文啊，嗯，对不对，哦？你也不是一样看不懂、听不懂吗？嗯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没关系的，啊，大家看完以后能够煮出一样的好菜才是重点。啊，原本这个三层肉就有会跑出一些油出来了，对对，所以其实原本也不用加太多油了哈。对，可是也要有一点点油下去，把它这样子，它会更逼出那个油，不要太大的火，才不会焦掉。OK， 这样子你的肉不会太肥。对。啊，有需要在肥肉的地方给它压一压，让它更干一点吗？不用不用，这样子它油会自然的出来就好了。嗯，对，你用梅干扣肉，你太瘦了也不好吃，太瘦的没有油脂，那个梅干，哦，太就觉得柴柴的，还有一点油才好吃。好，这样子把油沥一些出来。好熟，嗯，这样子哈，放点蒜头。蒜头，嗯，哦，哦，放点蒜头，放点酱油下来，加一点蒜头，
酱油，还有酱油哦，酱油一点点，哎对，大概50cc 左右吧。还有这个是，这个是酱油膏，对，酱油膏，放一点颜色，对。好，放一点那个，放一点糖，加一点糖，加一点糖，加一点糖哦。喜欢甜一点的人就加多一点点吗？好，一点，放一些就可以了，好。再放一点料理米酒，再加一点料理米酒，对，料理米酒，好，这样，料理米酒加的量大概是100-200cc 吧，啊，看个人口味啦，哈。用油的话哈，就是味道会比较香，你如果掺水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么香，这样子哦，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哦。哎对哦，如果只是掺水的话，它的香气可能就不太一样的。对，放一点点鸡精哦，鲜味炒手，鲜味炒手，好，这样子的话就先等于说我的三层肉的处理方式，前处理方式就是这样。对，對上就爱摆呢，上就爱摆，安尼先先煮起来加好，先好，现在这样子先 OK， 好先等一下。先把它捞起来，捞起来，好的。现在我们来炒那个梅干。梅干洗好，洗好，切好，那炒一炒，炒一炒，要炒过，炒过才会香，梅干要炒过。有的人没有炒过，像我有到那个有的餐厅有吃过人家的梅干扣肉，它就是梅干，就是没有，就是觉得只有软的而已，没有香，没有什么，它就是因为没有炒过，所以它的香味不足，对，就没有那个梅干的香味，所以要分开来哈，另外对，这个要炒，要炒过才会香，炒过以后就把这个三层肉对摆盘啊，这个梅干就铺在上面，要压紧实，这样啊就放下去蒸笼里面蒸就 OK 了。哦，这样子就会完成了梅干扣肉。对，那蒸要蒸多久呢？蒸差不多蒸应该45分钟吧。45分钟哈。对。OK， 好，所以梅干炒过，哎，对，熟了以后，哎，对，再来蒸45分钟，哎，那我们稍后再来看喽。好，哦，补充一下，这个也要加一点鲜味炒手，对的，要有一点味道。啊，对，哦，梅干扣肉好了哦，好了，很烫，等一下，你不要手不要来摸，很烫，超级烫的。
对，很烫。哎呦哎呦，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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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梅干扣肉完成。梅干扣肉完成。啊？不是梅干扣肉。梅干扣肉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刚才讲梅干。梅干扣肉啦。梅干扣肉哈，好。好烫，好烫啊！牛肝扣肉，好香啊！哈，牛肝扣肉，你喜欢吃吗？喜欢，不喜欢。肉肉啊，肉肉，你不喜欢，你都不喜欢吃肉肉，怎么可以吃肉肉长肉肉哦？好了，好，那我们梅肝扣肉就到这里哦。好，拜拜。下个影片再见喽！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你喜欢吃吗？喜欢，不喜欢。